这不是一场婚礼，而是一次告别家人、告别朋友。在最后的日子之前，我想再见大家一次。主人公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孩，她叫王瑞，今年35岁。看到大家每张面孔，然后我们的那些过往点点滴滴，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一个鼓励。根据医生判断，她的生命还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。回顾我的一生，可能不是很长，但是真的很精彩。他们天南海北来到这里，见证这一特殊的时刻。也许这是他们和王月今生最后的一次相聚。我希望剩下的日子，每一分钟都有价值。我是试餐的，他是试寝的。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内科病房里，住着一对年轻的小夫妻。妻子王月因为疾病已经3个月没有进食，能看着丈夫吃饭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事情。他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男人，因为我的大手术，他做了很多很难的决定，但是经过了这几年的验证，都是对我最好的决定。王月是哈尔滨人，从小在冰城无忧无虑地长大，她开朗乐观的性格总是很讨人喜欢，到哪里都是大家的开心果。大学毕业前，她和王亮在一次聚会上一见钟情。那个时候其实是初夏嘛，就是哈尔滨的天气还是有温差的，然后他就拎个小塑料袋，有个小椅垫，然后有个伞，就是他是用心的。2008年，两个人登记结婚，没车没房，没有排场的婚礼，甚至没有结婚戒指，但他们觉得依然幸福。在结婚4年后，在北京安了一个小家。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是朝着幸福的方向。然而，正当他们准备开始孕育一个爱情的结晶，一份医学报告打破了所有的美好。记不清是应届细胞癌，只记得是什么什么胃癌晚期。王月所患的胃癌发现时已经是中晚期，甚至转移至盆腔。当时医生告诉王亮，王月也许活不到一年。那个时候的头脑一片空白，医生说他想干啥你就让他干啥吧，啊，他想上哪玩你就带他去玩吧。比喻就是你点了一桌子的菜，然后刚上齐了，然后就被叫走了。2012年12月，王月做了卵巢、子宫和1/5胃的切除手术。从这一刻开始，王亮的生命轨迹也发生了改变。接受和不接受这个事情都发生了。你选择，要么选择自己悲伤，要么选择坚强去帮助王月。我选择的是后半人。2014年脱发的时候，哭了吗？没有。他们都不愿意给我剃，他们说这不还有呢吗，别剃了。然后我就唰一捋就全下来了，然后那剃了吧。我可高兴了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想剃，我爸不让，但是不解恨呢，我是想光的，不让嘛，然后就化疗就光了。这小孩真的不一样，他对于生命的那种态度，我觉得他首先是积极的，第二呢他还比较客观，不盲从，他不盲目，他不是说，哎，我就，期盼一下特别高我就好了，然后突然面对的时候我又一下走到低潮，他相对来讲比较理性，我们大家都喜欢他，都愿意帮他，就是因为，他这种人生态度不是一般人能做到。化疗不仅考验王玉的意志，也考验着两个人的爱情。为了给妻子化疗治病，王亮甚至卖了房，陪着妻子抗癌。有情感在就可以，不用一个地方，我觉得生活在哪就是家。人家离婚有很多的原因，不可能所有都是对的，不可能所有东西都能拥有，你只能捡那个你最需要拥有的拥有，其他的该放就放，还是运气。然
二，恶性肿瘤的发展无法预测。三年过去了，王悦体内的肿瘤已经转移至整个腹腔，这次他发生严重的肠梗阻，已经无法再正常进食。不能吃饭就是因为肠梗阻，你吃进去它就会破了，你可能会有很大的手术。王悦的生命开始倒计时，每天王悦要依靠静脉注射近2000毫升营养液维持生命体征。王亮就这样24小时看护着妻子。我有特别心疼的，我觉得这样真的熬不住啊。而且那个夜干得特别特别慢，干到4点多。我让以后你在厌倦我的时候，尽量多多回想我的好。见到他烦恼我看了可能不下10遍了，就是我每看一遍想到他烦恼，我都有一些新的感悟。你说茴香的味道能让我在将来厌倦你的时候多去回想你的好。我想到他回想的时候都是我的任性，不考虑他的感受。王悦想回家住一段时间，然而就在准备出院的这天早上，让所有人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出现了。连续几天不排气不排便，让王悦的肚子鼓得像个皮球。今天打了一个不好，然后现在又难受了。你刚才排气了吗？啊，刚才排气了。不是啊，刚才长排的，然后现在就一点点又胀起来了。你觉得上面胀下面吗？应该是一点点胀起来的。为什么我动静都没有？因为他肚子中有一个在长。那个细膜上表面都是肿瘤，淋巴管和血管都是不正常的，它会有大量的那个液体外渗，外渗到腹腔，肚子胀得很厉害，大量的腹水会引起肺积水。王悦病情的恶化程度超出了医生们之前的想象，王悦出现了腹水。这是晚期癌症最怕遇到的情况。扩张扩张，肠管不怎么扩张，肠管不扩是肠管，肠管一点也不扩啊，就是水。医生决定为王悦穿刺引流，减少他的痛苦。穿一个还是？因为看肠，感觉肠管里不扩张嘛，也就说明他肠液其实是不多的，就感觉还是像腹水。所以说，如果穿的话，他可能能。相当于是整个肚子的水给出来了。原本打算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能回家住上几天，能回到他和王亮熟悉的环境，有一段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，眼下却因为病情的反复打破了所有的计划。王悦的情绪有些失控。
玛丽，演员，曾在2015年和沈腾出演《夏洛特烦恼》备受关注，是王璐最喜欢的演员之一。我会提示你，我给你看那个肤水，我小马，你看肤水怎么样？非常小马，那叫你实习生，实习生。要不然后你就开始从肚子开始，摸摸他肚子，就顺着他的肚脐儿，他老这个基本上能够自己照。没事，他会不会问我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新来的吗？他肯定一眼就认出你来了。不能，我戴口罩。啊，我跟你那都认不出来了，估计。我希望给他带来快乐。我听说他喜欢沈腾和我，那我就知道肯定是喜欢我们的小品啊，包括我们的电影啊。因为我们在荧幕前面，给观众的感觉都是快乐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哎，我要是能给他带来快乐的话，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呢？所以我就来了，很简单。没毛病，没聊，很好。没毛病，好，没问题。月月、啊，我给你弄一下，月月、啊。嗓子那块不知道那个位置怎么变了，特别疼，是吧？来，我给你调整一下啊。这个呀，它的胃管在伸长了，所以它觉得有点疼。就是昨天晚上还挺好的吗？现在弄点水去了。就是用棉签弄点水，放点水，我给它擦一下，看看哪里。这样放下来，别着急啊。扶着啊，自己好好调一下，慢慢试试啊。当我走进病房的时候，因为他在那弄管子嘛，我看他拔出来又放进去，然后说里面还有5.5，我当时就真的是不知所措了。我又不能帮他分担，这全是胶布垫。这个位置怎么样啊？觉得行，往我这边看。哎，像玛丽啊！我像吗？都是我像的，就是玛丽。我这不是，怎么可能啊？肯定是玛丽那么女汉子，我这么淑女，怎么可能？太像了，你说谁也像。都我的声音就是在这工作的时候都是我像，我戴口罩。来，你说话是玛丽吧？你把口罩摘了。领导就上班时候能摘吗？能吗？是，有能量。我知道，我也喜欢你。他还是挺开心的，我觉得我今天就没白来。你还喜欢沈腾吗？这么没有品味。我就是一个女神，一个男神，沈腾是我男神。我以为我是你男神。哎呀，我跟那个沈腾都知道，然后听说你特别喜欢我们，然后我们本来说一起来的，但是他那个在工作，实在是来不了，在外地呢。虽然他来不了，但是。他有给你送来他的祝福，来把沈大爷请出来吧。来，这儿可以，这儿帮你吗？对，行，可以，来开始。Hello， 王月你好，我是沈腾。非常抱歉，行程安排不能够去医院看你，我现在在我的老家齐齐哈尔。之前在网上。看过你的故事，非常感动。不愧是一个在湖北的女孩，非常阳光，非常坚强，非常乐观。当然了，还要给你老公王亮无数个赞。
知道你那么爱我，首先我的照片是少不了的。虽然是之前拍的，没有现在美，但是行也可以。然后还有呢，就是还有就是我昨天正好心电影啊，这不是我的相机，你以为是花的吗？有的，最重要的在这儿，这个是我非常非常用心，好像长这么大第一次这么用心的给一个女生挑礼物。之前就特别喜欢这个。真的吗？哎呀，我太欣慰了。这个手链是今天才有手的，最新款。昨天我求了他很久，他才卖给我。然后我又加了一颗这个生命树，它是代表着生命，然后开心、阳光，所以送给你。戴上吧。好美呀！看看怎么戴啊？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不是。你动了？不是。我看看，昨天买的时候让你揪了一下，看不是这样。啊，那个好像是在那边的啊，是吗？果然你是女生。好看啊，好美呀、啊！这上面都是樱花，而且我还，我是这么告诉你啊，我会到每到一个城市给你准备一把礼物，所以记住我们俩的约定啊。你们告诉我说可能一个月两个月，那你想没想过这不是演戏，你是对一个人付出情感的，然后你再给他加油给他打气，如果真是一两个月过后这个人不在了，你跟他说再多都没有用，你跟他设想的说我到一个城市给他送礼物啊，或者是请他看话剧啊，然后请他看戏啊，这些不是说说而已的。我之前可能工作上这个那个的还有很多不开心的地方，不开心的事情，但是见到你我觉得全都没有了。我们互相鼓励好不好？以后哎，你男神来了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对，我现在就跟王悦老师在一起。您是沈老师吗？你好，听完电话就给王悦老师。跟我就这么没有话说是吧？好的。腾哥，王悦，腾哥，我前两天还梦到你了。是吗？嗯。梦到我干嘛呢？就梦到你去过心病房，然后我们聊天啊，然后谈一些那个《夏洛特烦恼》的一些后续的一些故事，特别好玩。对吧？干嘛了？现在激动了？天天梦着你，我说整了半天，这最想见的是你呀、啊！哎呀，什么？没事，我可以等你来的时候给我唱。腾哥现在就要给你唱，还不让他唱？快快快，赶紧唱！我再去的时候再给我唱啊。一直就好。
人家写在这儿了。这天，隔壁的病友小严走了，同样的病情，同样的年轻，最终病魔还是毫不留情地带走了这个年仅30岁的生命。带走了，你害怕吗？要是会想起他，想起来在哪里，是不是还记得我？这是不是还会飞回来看我一眼？的那个领域好陌生，我知道等到那天的时候我一定是无助的。其实我早就说过，我想在活着的时候开一次追悼会。他有的时候还是会担心，会有点回避我。我晚上要去天堂，咱们的境界真的差很远，就不指望你能理解。嗯，只要体会就好。不完全是葬礼啊，对吧？就是要把葬礼欢快化。已经连续3个月没有进食，王月的体重直线下降，身体消瘦。他做了一个决定，要举办一次人生告别会，这让一直陪在他身旁的丈夫王亮倍感意外。就是站在我的这个立场上，你就想你是我，你的余生可以算得出来数了，你怎么办这么一场？你怎么想？说实话，就是我想象到那个时候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，很难立。然后我的很多想法都跟常人是不一样的，有很多之后的一些安排，可能你都没听说过，所以。我觉得如果你一上来就反对我的这个想法的话，会让我很难受。11的时候，我回哈尔滨，然后跟我两个特别好的闺蜜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他们就很排斥。父母不请，说你可以不让他们来，能告诉你有这个知情权。就是说这不是，就跟他们说这不是一个告别仪式，这只不过是一个联欢。他们的目标在，我既要尊重你的想法，又要尊重父母的想法。出乎我们意料的是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王月并不打算通知甚至邀请他的父母。除了考虑父母的身体状况无法承受，也源于两人当初结婚时，他们的爱情始终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，如今却成为王月心中一直解不开的心结。我爸妈也不太同意，很多思维方式不太成熟，思想很多东西那作为父母那代人，女孩子希望家里的思想成熟一些，然后也那个比较大一些。我们毕竟是同龄人，然后可能觉得说，可我的很多想法不知，就是说不足以能够托付一生，啊，可能有这样的考虑。死了也没意思了，我听不到你们哭，我也听不到你们在当时当下说什么。我是想。就是在我活着的时候，你们把心里的话都掏给我，我觉得那样可能对我来说的意义可能会多于你们。
反对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，王悦却异常坚决。这是他的心愿，或许这也是他和亲人朋友间的最后一次聚会了。一切都是按照那一天来，但是我是可以全程见证。对，我会穿着我喜欢穿的衣服，然后摆满鲜花，然后我会对来宾的衣着有要求。嗯，我都想，而且我的歌都选好了。一个口号就是天堂人间，我的爱与你们同在。王悦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和亲朋见面，他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。我其实是一个臭美的人，我也希望就是暴露在广大的这个群众面前。盖子里就是脱了。他什么情况？估计是低血糖。低血糖？突发情况让化妆室里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。在医生的指导下，王亮赶紧为他含了一块糖。与此同时，医护人员用最短的时间给王悦进行液体的补充。含糖以后怎么样？好多了。是啊。此刻，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，就是要竭尽全力帮助王悦完成心愿。也许这就是他和朋友们的最后一次聚会。一会儿别太勉强，如果觉得实在有什么不舒服，别太坚持。比较担心，不知道会上会出现什么情况。在医生的紧急输液及时补充糖分之后，王悦看上去好转了很多。他一直努力着，要以最好的状态呈现在他的亲朋面前。对，那个时候恐惧很大，你不知道他朝什么样子那个方向发展。最可怕的结果就是短时间的人都没了。王亮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妻子。唱出声音，我觉得能见到他们我都已经赚到了。他们每一个人基本都代表了我一段的人生，我就感觉在跟我整个人生在见面。王悦呢，他今天为啥办这个活动，就是说想要在他状态还特别好的时候跟我们每个人好好的告别。他是先于我们一步，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作为他最好的朋友们，咱们就让他高高兴兴的不留遗憾的走，这就是咱们今天应该说的。看到大家每张面孔，然后我们的那些过往点点滴滴，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。在最后的日子之前，我想再见大家一次，就是告别也好啊，然后跟大家就是聊聊以前的往事也好，我是想重新就是回顾我的一生。我自认为我的一生很精彩。说是告别，其实也是祈福。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们在这一时刻聚集到这里，为他唱歌，也为他祈福。我们是初中的同班同学，认识20多年了。我跟王亮呢是大学同学，然后呢也是上下铺的兄弟。我是你们王悦的初中同学，而且我们还是同桌。我跟王悦是在默克时的同事，我们俩是忘年交，现在他叫我马叔。今天早上从沈阳飞过来的，但是他告诉我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好朋友，我必须要过来。大学毕业，然后我们就疲于奔波于各个城市，然后再也没有那种促膝长谈呢，就是点着他就一直聊聊聊到第二天都没有。这说明我们此生最美丽的时光，可能就在大学。我好想陪你回去一次，哪怕在梦里回去一次也行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已经崩溃了。我觉得就颠覆了我的人生观，
每次都是他安慰我，就好像我得病了，然后他还很健康的那样。他就是有这样的魅力，让你特别喜欢跟他在一起，而且他那种正能量对我影响也非常大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，有这么一个场景让我觉得所有的真、所有的情、所有的爱能够全部是真的。就是感谢那个王源，就是他在他整个生病的过程中，从来没有。他从来没有当我面掉过泪，和这个女孩上让我看到了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力量。但现在就一步一步一步在创造奇迹，包括他的医生就说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，这么乐观，然后他真的能一步一步走过一个一个坎。其实生老病死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个题目，我们如何有尊严的死去，实际上是一门科学，勇敢的面对这个疾病，勇敢的面对生活中出现的这些困难，这种心态，就始终保持这种心态。我觉得这是我做不到的，这也是我要从这个年轻人身上去学习。如果你不能活在每一刻，你不能每一刻都活得很精彩，其实你就从来没有跟生命真正的接触。当时的费用就光110车费就要2万多块钱。这是王悦的铁杆闺蜜。2015年10月底，王悦在杭州突发腹部急症，生死一线的时刻，是闺蜜的果断出手，及时挽救了她的生命。毕竟这么多年他们也花了不少钱，房子也卖了，我就想这样吧，要不然就是通过我自己的朋友圈，就是发起那个捐款，就是16小时的时候就收到捐款16万多，不到5天的时候收捐款37万多，就是有爱心的人还是很多的。我很想我生病期间真的是特别多的人惊喜般的对我投来关爱，这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。他愿意和医生携手站在一条战线上去和病魔做抗争，让我们有这种能和他并肩作战的感觉。3年来的悉心呵护，很多医生护士已经和王悦成为了好朋友。月月用他一个花心思的状态出现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可以会陪伴着你，让你减轻病痛，减轻痛苦。在同一个城市，我可能不会经常的来看你，但是我希望他能够陪你一直。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你。一定要加油，继续！你要再创奇迹。他可能都不记得了，就让我记得一生的话。我想让我们一直都好好的活下去，而不是想让你说的你要去天堂守护我，不是。生如夏花，知璀璨。死若秋叶之静美。整场都没有落泪，但是王亮的话还是让王悦忍不住了。就是我没想完这个稿去串的时候，就发觉有新的话想加进去。后来想了几遍呢，他说还是这个稿里边的那些话是最想和王悦说的，那我就把我心里最想和王悦说的话在这儿和他说一说。这场疾病他半年到一年的这个生存期，王悦自己很坚强的活到了今天3年多，也一天一天的在体会这个生命的意义。我觉得人最关键的是要活在当下，希望你会活到70岁、80岁，我们一直在一起。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现在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之后，你这个抗争的这个所心里的这口气儿歇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最后的是我知道最放不下的就是你。我会好好活，爱着你希望，我活着的方式活着。希望不管我们是否在一个空间，是否在一个世界，我们都能够祝福对方。现在已经看不清我手机上的字儿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有缘再相聚。我相信我们在相聚的那个时候。
来最开心的一天，真的特别开心，能见到我所有最想见到的人。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，造就了今天的我。看到你们每个人，都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回忆。其实我是先去享福而已，我是去等着你们。这好像不太吉利，我都说，不是等着你们，你们慢慢走，不着急。就我先去而已。也不着急。就总有那一天嘛，肯定是有那一天的。就是，我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，就是因为你们今天的到来，听到你们说的那些话，我不再去盼那一天了。想见我爸，因为我们关系一直都非常好，因为我跟我爸很多地方都特别像，很多时候我爸就会说，哎呀，还是我姑娘随我什么的。每次想起来我都觉得特别折磨。八年来对爱情的坚持让王月觉得和父母间心生隔阂，但这份浓浓的亲情始终化不开，他希望这份爱能得到父母真正的理解。我们带着王月的嘱托来到哈尔滨，帮他完成这个心愿。不敢触碰这个话题都。你们来之前还吃一片安定吧，因为他爸的身体也不行，我的血压高，就怕紧张一难受出不来了，我们俩就完了。他这个病开心最重要，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过最后时光。他跟王亮在一块儿开心比跟父母在一块儿开心，我觉得这个更重要。这次呢，王亮还特地为我们带来一段视频来给您看看。爸，有的时候我就经常回忆小时候你经常带着我们玩，所以我们的童年的时光其实都是我们一起度过的。还记得吗？我觉得那是最幸福的时光。爸爸，我希望你可以长命百岁。爸爸，我爱你，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。那没化妆，我就一瞅啊，就揪心似的。可这个结果，哎呀，真是
接受不了。是不是做梦啊？你不定哪天梦一醒了，哎，根本就不是这个结果。现在是真的没有这个条件回家，因为每天都不是特别稳定。其实我不具备回家的条件。其实你回家这几天能照顾好，应该没啥问题。他们那个护士长是以前消化的护士，资深护士。挺冷的，就别让他在外面了。好，回去睡吧。嗯，拜拜。嗯，拜拜，拜拜，辛苦。这是王亮和王月暂时租住的地方。自从他们的房子卖掉以后，他们就搬到这个还不到30平米的小房间里，每月租金4000块钱。回家，回家啥感觉啊？好温馨呐，特别开心。上次回家什么时候？是11月份吧，好远都感觉。哎，家好。我想错过每一刻，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。但是他那个每次要抽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王亮早早的就开始准备为王月换药输液。其实是可以不用盐水的，但因为他那个每天要用盐水冲管。不打，你每天4点钟打。就在这天下午，让所有人惊喜的是，王月最想见到的人竟然从遥远的哈尔滨飞过来了。如果身体允许的话，我多住几天，叫王亮也喘口气儿。大家这几天还行吗？哎呦，哎，我有时候也会想，这个王月太年轻了，才30。如果是王月的病长到我身上，最起码算了30年，我多活30年呢，也没问题。这个病要给我，我也愿意，我绝对愿意。哎呀，那时候哪都都要飞了，晴天霹雳一样，想不到的事，接受不了。哎呀，那一晚上呢，饭也没吃，觉也没睡。3年来，老两口早已身心疲惫，他们时至今日也无法接受这噩梦般的现实，无法直视女儿被病魔折磨的样子。你看他难受，我也心特别难受，揪着心揪着，老是看这个情景，对我心很刺耳，很刺耳。然而，最让王月牵挂的是，还没有完全解决。我爸来的时候。其实我一直在想要跟他说什么，要跟他就算告别也好，要讲什么，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王亮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完了家里再像你担心那样，那成什么了？你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一个骄傲，加油啊，乐观的生活。我没有办法说出那几个字，你哭，但是不代表我不难过，我很心疼他。像王亮这样，就一般人做不到。所以我也挺感谢你，真是挺感谢你。
在乎。我是想跟他说，爸爸，注意身体，我的心里跟他说了这些，我相信他知道，在天上也会跟他说这些，我相信他都会感觉得到。王月和爸爸终于打开了多年的心结，而让他高兴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。生命源栏目组帮助他实现他的心愿，他要和妻子完成一次穿越四十年的爱情。哎呀，三十年之后再见了。不是，我就是想抽抽他，抽抽我小肠的头。我们三十年之后再吻一下啊！乖，好，拜拜。我们俩最开始在一起，他们就说我老牛吃嫩草，然后回头到七十岁还吃嫩草，我可不一样。那个写真照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你老婆还是那么漂亮，然后哎呀，你这个就是岁月是个杀猪刀啊。王月，你不怕你自己变老吗？怕，但是我觉得变老是幸福的，因为可以和最爱的人一起变老。嗯，相携相伴。那个是幸福的，两个人是一同进步的，然后一起就是为这个家添砖加瓦，其实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就是唾手而得的那种幸福，所以可能也没有发言权，但是我们的这个轨迹我还挺满意的。你就剩你没发言。那我也发言。奉献你，我其实希望看到你老了之后什么说那个痣，那个胡子是那个眼睛的。我不真实的感觉。嗯，哭一下得了。
得好好的照顾好他。我们一定能够活到七十八十的，啊。睡意昏沉，当你老了，哎呀，你这样办了，走不动了。炉火旁打盹，感觉到岁月在你脸上的痕迹。回忆起，我也长大了吗？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这就是梦，永远也不醒。假意或真心，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。就觉得自己真的活到七八十岁，但是晚上就觉得好苍老，就挺心疼的。如果是真的就好了。眼泪滴垂，反差大，就是一下到那个状态，三四十年之后。那个印象是挺深的，那个时候老追我一点都不可怕，是一种幸福，就是代表两个人一直走到最后活着，不管这辈子还是下辈子都是我最爱的人。当你老了现在想想那个就婚礼上的很多话嘛，说那个你愿意嫁给他吗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还是什么，就是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对那个话的时候其实没太在意，就过去了。现在想想那个话说的还是挺重的，还是有意义的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，我觉得半年肯定是没有啊，我希望是几个月，我希望是三个月左右，但是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三个月对我来说太折磨，太长，就是最怕的就是看不到尽头。如果有人告诉我再坚持半年，你再坚持半年就不会这么遭罪了，没问题，一年都行。我受不了这个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三院的，北医三院的。因为捐献肯定。肯定都是身后捐，咱们现在听着表呢，相当于就是有这样一个约定。我想过角膜。头啦，咱们这是七十岁了吧？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，你还喜欢我吗？我真希望这一天是真的。如果没有我，我也希望你硬硬愣愣的，
70岁、80岁，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夫妻。定，谁也不许反悔。